殿下，您要的东西我带来了，这是我与您的亲某位旅行者交手的报告。嗯，关于这位旅行者，把我稍后说的内容也加进去吧。卑职洗耳恭听。旅行者在这个叫做提瓦特大陆的世界醒来后，结交了一位自称最佳导游的旅伴。哦，是异世界冒险类轻小说的典型开场。但像这样弱小又糊涂的旅伴真的能提供什么帮助吗？我的评价是不如您之前的那位呢。他见到了狂乱迷茫的风暴，拯救了误入歧途的巨龙，待和煦的风重新吹向这片大地，吟游诗人口中又唱起自由的歌谣。哼，天上的龙和水中的龙看上去完全不是一个物种嘛。说起来，蒙德的鱼人吐司还挺好吃的。他见到了盘延不移的坚定，与人们携手讨伐魔神的气魄。市井的欢笑如常，空中的飞阁将一直见证这片海港未来的繁盛。漩涡之魔神啊，要是我在海滩上睡觉时被什么东西挡住了太阳，应该也会有点生气吧。不是这样的吗？他听到了人们心愿的低语，于是向威严的雷霆发起挑战。当梦想在无尽的湍流中生根发芽，永恒也被赋予了新生的意义。挑战神明，这么厉害？那还行，被他打一顿不算丢人。他嗅到了草木的气息与玫瑰的芬芳，于是，公主殿下。下次再继续吧，迟早沙漠之上也将印上他的足迹。话是这么说没错，但沙子上的痕迹可留不长。接下来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，哥哥？要卑职跟去看看吗？不需要吗？